谢谢汉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确每一个艺人都有他自己的特色，但是汉伟你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站在我身旁的这两位毕人跟丽萍呢也曾经跟你合作过很多电视剧嘛，对不对？是的。嗯，所以呢你们两位有没有什么更多的料要爆，内幕消息关于汉伟的？多了，怕你们 overrun 的，今晚上不会，我们时间留给你。真的吗？比如说有什么？其实我觉得汉伟，你不要站在我面前，我不怕你的。对对对，病人怕什么嘛，对不对？然后其实他很多缺点，讲一个就好了，讲他最大最大的缺点，你知道吗？他这个人很爱疑神疑鬼，特别是。是不是啊？真的是不是？旁边人笑得好大声、哦，是不是？我没讲错的，很喜欢疑神疑鬼，疑心病很重、啊。对，特别是他拍戏，他的那个 schedule 很 tight 的时候呢，是他就开始觉得他这边痛，那边不舒服，哦、这边不对，真的。然后呢，他就会到新加坡的各个角落找名医。哦、oh, ，对，然后呢，我告诉你，新加坡很多名医他都看过了，你们想看什么 specialist 啊、哦？找他陈汉伟，其实这些就对了，这些特点还蛮阿嫂的，不是阿嫂啦，有病就要看了，可是没病，疑心病，他可以哦，是，恐怖到他这个礼拜去看那个内窥镜，觉得他的那个肠有问题，这个，然后他五天后又去做一个。一次的内窥镜很夸张的，哇，这个料够力够力，真的，他就是这么夸张的一个人。那丽萍还有吗？我今天戏剧情深深深演了这么多年戏，我今晚很奇怪，感觉有点很多很多回忆哦，是所以让我借这机会谢谢我的观众朋友好不好？哦、看到很多肥怀瘦艳的自己啊，好，怎么还那么 support， 也要谢谢公司啊，就让我用这个机会谢谢公司好不好？谢谢。而且你要爆料呢，我嘴巴那么小。哦你应该找嘴巴大一点人爆料嘛，对不对？啊，那不管怎么样，而且我们去旁边安慰一下汉伟啦，因为他一直在冒冷汗。没有，而且我们有重头戏，电视台的是重头戏。是，如果我爆料汉伟在这里，我也不怕讲啊。但是很大条，上层不高兴，你不要害我。大制作，我要做高层啊。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赶快去给汉伟一个爱的拥抱哈。好，谢谢你们，谢谢。